哇，哎，没有事啊喂。你发给我。这个好吓人哦，兄弟！难怪吃了两年的这个油，一直找不出什么原因。每次炒菜都有一股汽油的味道，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。爸爸，我刚发完几分钟就给我删了，我就发了个中储粮旗下食用油品牌啊，没毛病吧？你非让我再发一遍，那就再发一遍。中储粮旗下食用油啊，哪些品牌自己看。快去闻闻你们家的食用油有没有煤油味儿？对，食用油掺煤油，因为运送煤油的车到达目的地之后，为了省钱，不洗罐，直接装食用油拉回来。别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看，这就是5月18号河北秦皇岛一辆尾号为 65Z 的河北邢台牌照的油罐车被记者蹲守。他刚刚从宁夏拉了一车煤制油回来，卸完油之后直接开进一家食品加工厂，装了满满一车豆油没洗罐。看，这是出货单，这是5月24号天津滨海。拉煤制油还拉啥呀？啥都拉。装食用油的话，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一般都不洗。用微波弄干净，才能不让弄干净一样。我们不验过，正常就是要求可能是用食用油专用的，但是实际上这车到底是不是食用专用的，我们也没法去分辨。我不管垄断。你们上了我来做。你们。他又开始抢水了啊！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都买水，那我也买点吧。那这你们帮你，你等着我花钱，给他拿水吧。老臭了啊，家人们，千万别用这自来水了，现在紧急通知啊，千万别用这自来水，老臭了。水都臭了，高新区好多小区现在自来水都恶臭。哎呦妈呦，这嗯，我的，哎呦妈呦喂，可真，你说这怎么弄我这，你瞅瞅，你瞅瞅你哎呦，你这不，哎呦。
高新区的人民，我们丽山美团来了，回家等水吧。那也打着了，雷打着了，啊，加油！气爆炸，崩一下！一拐带好几家儿，操！完了，你看看崩的。那家都是。当中两个窗户这个，这家是两个窗户都干没了。放钢管了，车都穿了，放钢管。不管这一面，那头还有车呢。啊，那个是这头最严重的，那头有好几个。我家那天为什么害怕？记不记得骑那个医生啊？有一个原来爆炸了之后，都打到那个那对面的那个六七楼去了。就那一次，我害怕了，当时家刚搬家。你天天看能不能当饭吃，从你退役回来现在两个月了，天天猫在家里面也不出去找工作，好话都跟你说尽了，你这些荣誉只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，你现在要打起精神来出去找工作行还是不行啊？一天天到晚就看这些东西有啥好看的，来我看一下你在看啥呢，跟你说话呢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复原回来都一个月了，一天到晚都在练这些东西，还忘不掉吗？练这些有啥用？能不能出门去找找工作呀？不比待在家里面强？跟你说话呢，赶快找工作去吧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。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